告诉你，那个其实它是一种错觉。我今天给你们讲一讲它的真实的内核是什么样。它其实一条腿是没有着地，另外一条腿在单腿跳。堂客奏是堂啊，堂哥走，三步一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其实它是一种错觉。我今天给你们讲一讲它的真实的内核是什么样。它其实一条腿是没有着地，另外一条腿在单腿跳，它们的核心力量比较好，再加上比较协调，就能做出这样感觉类似在空中没有沾地的这种滑步的感觉。我给你们示范一下，看好了。堂客奏是堂啊，堂哥走，三步一。看到了吗？堂客奏是堂啊，堂哥走，三步一。就是在高中留下一个回忆，因为已经高三了，剩最后一年，有想过会有人看，但是没有那么多人，就不会到那么好。就是在高中留下一个回忆，因为已经高三了，剩最后一年，有想过会有人看，但是没有那么多人。就不会到那么好。你知道现在累计到多少人看了吗？应该是700多万。大队接力就是有荣誉性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其实班上有讨论，然后投票，说要不要滑。